等下去打击各大城对何时用升龙抢招堵回去了，顶点长沙追上去拿下。给啊！好了，咱们继续来看这场非常精彩的开枪赛啊！来对于何池对战韩国名酒，中国何池首发还是选择拉针了。对于韩国名酒而言啊，何池是一个不错的对手啊。珍妮特，何池放弃了七加射，选择了珍妮特这一个非常主流的选手多的一个首发，想要利用珍妮特这个超快的攻击判定啊，轻拳轻腿啊，这个判定来压制住对方。明酒的招牌角色，一个是他的首发，一个是他的手里大将。哇哦，这一波升龙幸亏距离远啊。板边的博弈再次开启了，何池跳不出去，暂敌，现在进板边压制。对面的话，好，下盘偷到了，何池赶紧跳，如压逆向，这个逆向对方防守成功，但是下盘被何池偷到了。继续前冲，抓到一个普通头之后打跳压，像阿美的这一阵的重拳判定发生是相比较快的一个角色。像阿美的下倾角有判定非常优秀啊，下飞啊下逼判定都非常优秀。这里打一个小雀板，两气八寸输出了，可惜再也没有气接柴华，这是一个遗憾，气太少了八神。只是对面的血量还是，我去，坏了，这个套暴气连还要再接一个顶点超必杀，双重伤杀的打完之后，八神的这血量也就很被动了。还是虽然说比对方多吧，但是这个回报率太高了，这两个超杀点那块儿十五连打了八个的伤害，接近八个了。哎呦，防守住啊，逆向，你我就说逆向了大哥。好了，起身抓一个飞头，赢了明酒的小阿米就有很大胜利了啊，狮子滚肉球。八神现在起身再抓一个普通头啊，在这个版本起人物起身头 是无敌的，你没有办法拆头的。好了，这套一起杀打完之后，对方的阿修血量好，二哥终于是烟花弹冲杀直接带走他了。加油何池，加油吧老二，二哥现在又赢了一把，现在是三比三啊，追平了。看的心惊肉跳的是不是，不着急啊，八十人现在又被大海味道灌了一口，嗯，齁得慌。谢峰的这套连段有上海修正的，只是也没有办法，难得有一次谢峰的机会啊。好，打他轮动跳腿压制，小二妹现在做出一个正确的防守，不得不说明酒的防守比老二要好一点。好的，这边要抓一个小缺粉的机会，带走他了。好了，两段葵花接一个 ES，
这个大跳被对方却犯了，武器克隆一定要小心，现在优势还是在二哥这边，老二这边哈，两击八神，我去，跳弱打小黑花追加，本下去偷袭，这一波偷袭八神就没了。目前为止，二哥还没有打出，穿三局对吧？小龙带超杀一气加两气啊，三气输出之后，地面还有四百血啊。410的血量，二哥不要跳过头了，跳过头了，这一波伤害真的非常大的，两气之花再次吹飞，克隆现在一直在天上飞啊，下不来地了，敢不敢放我下来？住手，住手啊，住手啊！坏了，二哥现在在天上飞的越来越高了，下不来了，晕不了，晕不了，没有晕啊，没有晕的，没到晕值，现在还有机会。跳落，但是这边有火苗做一个牵制，华山倒了，回避回避，那现在还有两气 CD 打抗，水下升龙怎么打，关键的斩杀线到了啊，哎呀怎么中了，比赛继续进行了，这场比赛对于何池而言也是非常的有压力的，对手这个实力防守各方面做的都比他要好一点，每次总是差那么一点他就能赢了，好的，这个升龙没有打到老二，小雀板解决的明天君要省很多事了，毕竟这个小孩给他造成了非常哎哎哎，好，刚才不是直接出步牵制他起身了，你看太喜欢跳了，一跳就挨打，怎么回事，你看这是一波下杀了，OK， 比赛继续进行啊，今天的比赛也非常的精彩，来对何池对战韩国名酒，珍妮特对战明天君啊，
二哥的八神上来先挨揍了，对面的首发血量比他还要多呢，他是他的中间了，中间八神手底是大将是克隆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回到B台当中，这边的话是来对于河池的八神解决掉对方的首发明天君啊，这个讨厌的小孩消耗了二哥两个气啊，上哪说理去啊，还不用消耗，消耗一颗气。白衣八神对战绿衣的夏尔美，大海的味道被河池跳入了，二哥加油二哥。OK， 还不错啊，又是一个 EXT4， 带修正的伤害啊真的不高。下盘末将成功，远距离先打一个插合偷一下，小跳重拳解决对方的夏尔美起跳。二哥要打缺板，现在是八神正在痛斗韩国名酒的阿修啊，武器阿修现在只剩四气了，继续下盘摸奖。哎，名酒忽然就没有武功了，感觉你不是挺厉害的吗，你不，哎我靠，真的嘞，这个家伙这波输出，二哥又在天上飞了。哎呀，来吧来吧来吧，有本事你就连死我，二哥大喊一声，有本事你把我打死，又买一个气，又买了一个气啊。哎，顶点交叉追加，